定要要，这个一定要要，这个这一定要。对对对，这个太划算了。这位，斯大人。这回包括你们在现场也看，就是很风格化的一个东西，从表演啊，从造型啊，包括从美术啊，包括从这个摄影，然后那个从表演，你看就是大家都是那种走到极致，走极端，走极端，就包括我演的这个从身形啊什么，然后包括所以说服装也是那种就是最，包括那肩，你看包括头发，然后一切都是往那个极端上走呗。我很少演戏会用方言，我这回是用地区的这个普通话。不要换言了，枪这个绝了！哎呦，怎么松绑？我胆子也挺大的，就是很多演员就是一直好有个形象在，就是毕竟还是扮偶像的这么一个人。N G 队来了，就看吧，就电影出来可能，哎呦，刘烨怎么这样？帅的怎么？那欠抽，你知道，就是。你来下面噻。因为日语这个太难了，这个什么卡工弄空，你可以卡工风，应该等于说你这背天书一样。太君，可能你后面。管虎导演也算是有人格魅力的。还有鳄鱼吗？还有一条在鱼缸里，您看那边。他是值得去有一些，就是对他来讲公平的成绩跟成就，他会有一个好的市场预期。然后好的口碑，就好的是票房。多少？肯定能卖到5000块。夸张！哇，这里真是这个一二三四五，当一个。重新来，站着。你是站着的，站着的。